大家好。我是珍珠。我是晨晨。我想说，有人会问说，啊，奶茶呢？我不是那个贝壳里面的珍珠，我是珍珠奶茶的珍珠。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团名，就是用我们的名字，就是珍珠与晨晨这样子。然后今天星期四，然后又是下雨天，很开心可以在这里看到你们，然后分享音乐给你们这样子。希望待会呢，我们用唱歌给你们听，然后你们用你们的掌声跟尖叫给我们听。哎，好，这是我第一次在铁花唱歌表演。所以觉得很新鲜很酷，然后也觉得很好笑。我已经重复不知道问自己可以吗？到底可以吗？你真确定吗？然后陈晨就说你可以啦这样，然后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这样子。等一下，你们来自哪里？都台东的吗？有位县市的吗？台北的。台北的，好，没关系，我知道了。嗯，好，OK， 希望今天呢，你们都要快乐。第一首歌，我们就带来《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哎哎，我刚给你很多时间呢。哎哎呦，不要你吵架了。我们不是说第三首才可以开始吵吗？第三首才可以开始唱。不好意思，等一下会发生很多这种，我可能会翻白眼，要不然就皱眉头。嗯。等一下再找。你看找不到，你先找，快点，我继续聊天啊！怎么样，你们？一开始就不可能，一开始就要吵架吧？太远了啦，没关系。什么太远？我等一下弹错，我就真的会骂人哦。
唱这么的就只不得就不得天长地设一样的难得喜怒可爱乐由我来主导你负责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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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说你快乐于是我快乐玫瑰都开了我还想这么能就只不得就不得天长地设一样的难得喜怒可爱乐由我来说下一首，不用。好，晨晨他是，你要等一下自我，等我先帮他介绍好了，他要找一下。他是很多歌手合作的吉他手，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乐团，小董事乐团跟部落美男子，然后很帅，很久没有出来了哦。先被忘记了吧好然后我们算是第一次吗我以为你要讲说我们算是夫妻吗哦又不是啦哦我们是不是啦哦哟我说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子合作吗之前有要合作结果吵架有一次哦有一次对对对真的不能夫妻不能一起工作会吵架然后就会影响到整个工作的整个顺序齁那我们两个呢认识是在国中玩乐团的时候我是一个我的团是一个女生的团体然后已经没有就是在玩那个乐团了啊其他人就是有些唱歌啊有些干嘛这个就是不知道就是没有一起了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认识他们的那个小董事乐团但我就是最看不上他真的最看不上他就觉得、这个欸、我那时候很瘦嘞、欸然后呢？然后有比较好看吗？没事啊，不好意思，我们就是会这样吵架。好，然后后来是真的是隔了很久，就大学毕业，然后我到台北去工作，然后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我也是从事那个表演相关的嘛，做电视节目啊，然后戏剧啊，然后幕后啊等不不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他一样是。跟音乐相关所以还是会遇到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去看别人演唱表演的时候也是会遇到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就在一起了这样子
在一起不到一年就结婚了，哎、欸，怎么这样啦？哎、欸、呦，很好啊。嗯，好。然后很我觉得很妙，真的很妙，就是他是卡拉里布资本部落，台东资本部落的卑南族，然后我是台东市宝山巴布鲁部落的卑南族这样子。然后我真的是小时候哦，因为他们部落很大，然后每一个人看起来就是像这样子，很壮，然后很凶，永远在皱眉头，然后。我就会心想说，再怎么样我也不可能跟那个资本部落的交往这样子，那、没有，结果就嫁给资本部落的，就他们部落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部落这样，而、我们部落是从一个大部落南望部落分支出来的小部落这样子，我们人口数比较少这样子，所以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就会害怕，所以以前小时候就会想到说我以后再怎么样也不会跟资本部落的交往，或是结婚，结果就好啦，我们两个都是卑南族这样子。卑南族有一个特色就是个性很硬，所以我一直，昨天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在分享文的时候，我就有讲，不可能我们表演第一首就吵架，结果没有，刚刚是表演之前就吵架了。好，那我们就带来第二首歌曲哦。我们今天没有母语歌曲啊，有一点点。好，我们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叫《遇见》。P.A. 大哥，我那个吉他可以给我多一点吗？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
正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你有下雨很久了吗？还是还有在下雨？感觉像没下雨。好，很好笑。我本来想说，我还在跟我朋友聊说，我来这边要表演啊。他说，因为我通常就是去那个婚礼的时候，都会有那个桌子抬我这样子，然后旋转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子。然后我的朋友就说，会不会你今天的表演也会有桌子出现啊？这样子，我就说，不知道。然后我也想到说，我来这边要真的要那么认真唱歌吗？谁要听啊？我很认真想，我说还是我不要那么认真唱歌好了，我来表演这样子。然后我也想说，我刚从蓝屿回来，然后有去潜水，然后就有一些教练教的一些动作这样子。如果你有你会潜水，或是你有去学潜水的人，应该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你们都知道，你看水里的手语，水的对话，这样子就下降，这样呢？是吗 ？OK？ 有问题，我有问题，一定是我是不是之后唱歌的时候我可以这样，然后有人就会这样，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你是去蓝屿学的这个？对啊，我去蓝屿学这个。那在海里讲肚子饿怎么做兵？我不知道。那我不行，我不能去选，我怕肚子饿。你应该就比那个鱼，跟教练说那个可以吃吗？对，我就想要就是我来这边好像不太认真唱歌好了。因为原住民会唱歌的太多了，然后这边又是铁花村哦，会唱歌的人真的太多了，不缺我一个，所以我在想说，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想太多，想太多。聊天吗？没有啊，我刚前面不是讲了吵架吵架蛮好看的呢，像八点档，一定是好，你很捧场，好。我一直看他的那个页面，然后他页面还在第一首，我就很紧张。家人是上天赐给人们最美好的礼物，优雅的风鸟已成大树，像个孩子被妈妈呵护。呜哇呜哦呀，呜哇呜哦耶呀，呜哇呜。
竹林祝福永远守护花环的明珠，优雅的风吹散忧愁的迷雾，打开通往山林的路途。呜啊呜吼呀，呜啊呜咿呀，呜啊呜吼呀，那哇啦，花的孩子啊，让微风轻抚你的发，别再害怕，安心的睡吧。家人是上天赐给人们最美好的礼物，优雅的风传递轻轻的温度，散播天伦之乐的幸福。Oh my god！ 我看到我的阿姨跟你唱，哎呦，压力好大哦。好，刚这首歌叫《优雅的风》，然后是我一个表妹，亲表妹，我妈妈的妹妹的女儿，对，写的歌这样子。然后她是一个很棒的。创作歌手，他是台东大学音乐系毕业，然后他写了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很美，所以我就想说今天也来分享，因为我们今天呢没有唱我们的其他的主歌。好，我们要，你不要讲话吗？不用。你要不要讲一些什么感想？跟我练习的感想啊，就是皮绷紧一点就对了。在座有夫妻的吗？哦，你们不算啦，压力太大了。你们不算夫妻。我不要问你们，你们太优秀了。我不要问你们。我们有那个两个小孩，然后一男一女，然后一个这个月4岁，然后一个下个月要3岁，然后他们的老师在这里，压力很大，又不敢乱讲话，很怕那个老师说那个谁谁谁的那个妈妈，她那天讲了什么。
有，我很喜欢那个小孩的老师们，小金鱼的都好优秀，真的超优秀的。哎，你们台中的吗？有小孩吗？要生小孩要送去哦。啊，跟你讲，那里那个学校不好抽，要排队，要排队。哦，对，我那个开始报名的时候，第一天我就去了。他们说什么10点吗？开放10点开始，我10:30就到了。这样，那我看到我的小孩的号码已经到30几号了，超夸张，都要36吧，我记得。你看，太厉害。好，那接下来呢，就带来这首《星星数不清》，也是我很喜欢的。唱还是可以啦吼，好，谢谢。
你们的声音，你们说好听的时候真的很好听，哎，你们说的好听的那个声音很好听。哎，我第一次在那个台北小大河岸，你们去过吗？小河岸准备要那个熄灯了，你们知道吗？哦，然后我去那个大河岸，我第一次去哦。你们知道我在那边表演什么吗？不是唱歌，是表演邯郸耶。我永远都是在表演跟那个音乐不相干的事情。一定是在那边表演在邯郸耶。好哦，我可以休息一下下了。接下来换晨晨，你要自己讲话吗？好，你自己讲话。开始。好，你讲。好。不可能，就突然、哦、你可以啊，你自己弹，你自己换。我自己弹，我自己。因为，我还在比赛，没有办法唱那么高。那我唱一首那个。刚刚说我是资本部落的，然后我们资本部落有一首歌是就是我的叔叔他们那一辈写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被很多人翻唱过，然后这首歌叫做夜空。如果等一下你们它中间会有一句就是那母语那边怎么唱什么哪一首哦爱呀你呀，如果会唱的就跟我一起唱好不好？哎呦，我那个是粉丝、你知道吗？哪里？我刚刚唱那个好了，就弹这首《夜空》。寂静的夜空。抽着白白的长手，我三两群好友喝着纯纯的小米酒，我弹着吉他唱出自己写的歌，心情就像自由的风，
谢谢。先换我的。我快没有办法呼吸了。啊，你有没有介绍这首歌？我刚没有啊。我真的吗？有。你啊，都知道吗？你说我自己不知道。不要回。哦，他刚唱那个就是小董事乐团的歌，哦，不是吗？哦，那是哦，资本资本，我搞错了，因为好多星星呢，对不对？那个光复是不是也写一首星星？对啊，嗯，哦，那我搞错了，然后我刚又唱星星，好多星星。这首歌，你弹那个旋律应该大家就知道。我第一次有一个演出是从头到尾都是唱那个中文歌。如果你们有看那个，哎，等一下你们年纪多大？如果你们看康熙的时候，我有讲就是我不会唱那个，我不会唱中文歌，流行歌曲我不会唱。我不知道哎，那个乐团一下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哪里，我永远进不了歌这样子。然后我只会清唱主语歌这样。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去参加那个电视选秀歌唱比赛，初赛的时候有分南区跟北区嘛，这样，然后我是参加北区的，然后呢我就清唱主语歌嘛，北区哦，那上百个人哦，这样那时候很流行那种歌唱，像那个星光大道那个时期，对，很多人喜欢唱那个去参加那个比赛唱歌的，然后有像上百个人吧，我是北区的第二名，初赛，然后第一名是曾静雯。那时候我17岁，然后曾静雯14岁，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可是他进棚录影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复赛吗？还是对反复赛？就是进棚的时候要比那个复赛。呀，我不会唱流行歌，然后我还回家请教我阿姨哦，一定是请教阿姨。阿姨教我唱歌，唱那个什么，就是流行歌曲这样啊。你知道那个阿姨给的那个流行歌曲，又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这样子，然后我又不熟，这样也不是张惠妹的，都不是哦。然后反正我就是复赛的时候就被刷掉了，就是我的主语歌可以很可以，可是那个流行歌我就完全没有办法。然后我好一段时间不敢唱歌，然后直到我大学的时候读表演艺术系嘛。读表演艺术系，然后我就去找那个歌唱老师，然后就是学流行歌。我每次上课，每次哭，只要有跟那个唱歌有关的课，我都会哭，就是每次要开口唱歌的时候都会哭。所以我好一段时间很讨厌唱歌。好啦，没关系啦，也是因为没有唱歌，我才知道自己原来还那么多才多艺。比如说站在桌子上。比如说表演一些喊单爷的一些表演这样子，对，就是自己还是会演戏呀、啊、什么等等之类的，这样不一定要唱歌啦，反正唱歌会唱歌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好，那我们就唱这首，那就这样吧。
什么办法我也同意啦，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这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在爱中曲终人散，再问我真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傻又难，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什么办法我也同意啦，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真舍得拱手让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真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傻又难，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迷路，我刚刚。嗯，对啊，哎呦，没关系啦哦。没关系。真的、哦。听得出来吗？听得出来。我提示你们呢，哎，我有提示。是有首歌了，你的。你的。我的，我还有。还有。什么？姐妹。姐妹吗？好。
想 key 一下。我的，确定是我的。下台鞠躬。
下课，再次掌声鼓励珍珠还有晨晨，还有上半场的粉丝来。那今晚桃花村的音乐演出就到这里结束。